小朋友们好，感谢收看我们的亲子游戏节目。今天邮递员叔叔给我送来了一件礼物，猜猜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一会儿让咱们一起来猜一下，跟谁猜呢？有芭比宝宝，还有哆啦 A 梦，还有花园宝宝。噔噔噔，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礼物。咱们来把它拆开吧，是全能救护车。妈妈，明白。哦，是一个救护车。这个好像需要安电池的呀，是吗？哦，哇，这车里躺着一个病人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你要把这个车看看，哎，这样安上了，它就是一个车。看里头有没有电池啊？咱们打开开关。现在没有电池，咱们要把它安上电池。好，咱们把它电池给它安上。需要两个？三个。这里还有个小人，他怎么也没有动静啊？哦，亮了灯，他怎么没有救护车的声音呢？咱们把音乐关它。等一下啊，只是灯光在闪哦。嗯，应该有什么？这个？咦，哇，这个正在做量他的心电图呢吧？但是没有声音呢，救护车的声音没有哈。看看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不是下面有开关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哇，它自己可以走啊！来，这开！哇，救护车来喽！看看，还是我找到了。我们的救护车来了，到医院了。好，来到了医院，咱们要把它停下。停下以后呢，快抢救病人。哇，血压低了，快点打血压。血压低了应该干什么呀？赶紧给他注射。注射什么呢？哇，咳嗽，他还咳嗽啊。那你给他做这些，先把它拿出来啊，量量体温。哇，他是，哇，咳嗽的好厉害呀。看，这正在动。是吗？体温多少啊？38度。哇塞，好高啊。有点发烧，那应该给他注射什么呀？打针。打一个屁股针，让我们的病人起来一下。哎，给他打个屁股针。扎这点。哎，对，扎那儿屁股。哇，好疼啊，好疼啊！这是什么声音呢？不知道。哦，一个屁股针打上了，你需要还得给他检查检查什么吧？对。这是什么？还给他放点音乐呢。他的心跳正在。这个
救护车特别的好，里面什么都有哈。如果碰到特别严重的病人，我在知道车上这个就是为加他血抢救，的，是吗？这加个，血。哦，加满了血。好，刚才那这个。个心跳的声音，正在检查他心跳的声音。看看他心跳正常不？啊，现在已经正常了，正常的在跳了，人已经恢复意识喽，好棒哦！咱们的这救个护是什车么？把他给救了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嗯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哪个？嗯，好，看看我们这个漂亮的救护车里面呢，什么器械、医疗器械都有，它可以随时为抢救的病人来，救治一下，在车上就可以救治了。如果特别严重的话，如果到医院时间太长，他就会抢救不过来。然后呢，这个车呢就可以在车上为他抢救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车又要开走喽。在他们到医院的时候呢，医生已经为他做了安全的检查。在道路上，是不是救护车是没有别人可以挡路的，都要让着救护车哈？因为上面拉着很重要的病人，如果耽误时间呢，我们的病人就会很危险，对不对？好喽，到喽，今天咱们就拆封了一个漂亮的救护车，全能的救护车哈。包括上面里面的东西。好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